现在是拍吗？嗯。这是在拍当中是吧？啊、哦、对对对对，没有抖动了。我们之前这是1.6 的版本，它抖动很厉害，现在没抖动。然后我看一下上面图片。不行，多拍几个。拍这个卡文座，这个对对对，这个卡文座跟我这个液晶显示屏是配套的。它是不会有抖动的。OK 了。